Focus 技术一种新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。万维网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享信息的方式。网站可以被任何人用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设备浏览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浏览设备的不断增加，创建一个各种设备兼容的网站已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内容发布者需要提供分别适用于台式电脑、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不同版本的网站，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，可能成为个人或企业一笔可观的开支。使用 Focus 技术，你可以快速轻松地创建网站。你的网站不仅可以被所有的人在任何设备上浏览，而且你的网站在任何设备上的显示都完全一致。 Focus 网站小巧、快速，而且易于浏览，它们都可以用免费的 Focus 播放器浏览。你可以无限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，选择任意形状或内容来设计你的 Focus 网站。 Focus 网站无意取代通常的 Web 网站，而是和 Web 网站共存。你可以创建你的 Focus 网站和 Web 网站之间的双向链接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。 Focus 技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地址。 Focus 地址基于简而短的模式，网络名、星号、网站名。 Focus 地址并不只限于拉丁字母，它还可以使用179种不同的语言表达，甚至是由右向左写的语言。 Focus 地址很容易用星号辨认。 Focus 技术从一开始就着重稳定性、安全性和使用的简单性。 Focus 技术以开放的标准的形式发布，免费提供给所有用户。吸取互联网过去25年间经历的教训，Focus 技术增强了网络安全性。所有相关各方的利益均已通过一个完整的、全面的法律框架考虑在内。Focus 技术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，它使你的网站可以在任何设备、任何地方浏览。